平 A 我掏，嘻，平 A， 多兰剑凯南，我讨厌打着远程英雄，我掏，嘻，平 A， 我们 A 不一定能 A 得过他，我要带的不灭，我就跟他 A 了，掏，嘻，平 A。我生了掏，这波没掏到，掏正好他补刀，吸打破溜接炸平 A 回血，没事，他只是跟我装，你知道吗？他在那里，他不可能回家。差一点点，如果把他留下来，我们有机会能杀他。掏，炸！掏接补刀 ，W 吸接炸，平 A， 掏平 A 接炸接点盐，吃饼干，平 A 接炸，闪现查眼，平 A，W 平 A 接掏。看你的了，我已经帮你把他摁住了，兄弟。这好像并没有什么办法呀。先来个皮孩，谢谢娜娜，感谢少行主，完了，嗯，恭喜娜娜，啊，还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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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忘说了呢，炸！偷！塞牙了，鞋子上的泥点沾染所有血迹。刷，我掏，炸，应该不是。那就是网的问题，炸！也行。他们畏惧着我，不是该为此感到欣慰。掏，打不了西接炸，平 A， 平 A。平垒，平垒，平垒接头，接平垒接炸，一顿平垒，我的炮车。可太难补了，这怎么会有这么难补刀的英雄？
谁呀？你让他赵信来，掏 W 七接炸。我马上升级了，掏七。没蓝还这么削吧，我有两个小饼干儿啊，这而且我还有俩药都没吃，回家了。模糊的换一下蓝光吧，啊！这样的遗言未免太过轻率了。困扰我的不是我看到的东西。过年我把网给换了，过完年行不行？换个电信试试。Shut dow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外交是一门微妙的艺术。嗯，你换蓝光了不糊，都一个样儿，就是就。全都是胡子亮丽。炸！插个眼儿。掏七平 A 接炸，掏这凯南这英雄可不好杀呀，掏炸给大W接炸，闪现接炸，点燃接炸，还行，给他换了。来个皮牌吧，我看看啊，这把出个什么牌？这把出水银牌。算了，我来个遗失的章节，不是章，错了，美甲窃魂卷。在战争后的死寂里，在我的身体。我来一个美甲的窃魂卷。炸！你得补刀吧。恐惧的黑暗。打个眼儿的，掏，打吧溜，哎，这玩意儿可太难杀了。掏，七接炸，
远程英雄，我打个近战就好了。他跑了，他跑也对，这会儿我要杀他了，因为我有钉了。命运不休，成人的意思。他也有啊。啊，他也有钉啊！你不早说，但他的钉好像不一定能用啊。我掏 CW 接炸。他们总希望我的手段能够攻击，可我们玩的不是一个游戏。走了，回家了。谢谢续杰的饭卡。谁高的 like 了？怎么高的 like 了？看来这把我们得出个鬼叔了。给下当，快点给下当！这不给下当？哎呦，我这都不下当。炸一下子，天儿挺冷啊。真是天儿挺冷啊，那乌鸦都出气儿，都带哈气的，看着吗？这小细节啊，这小细节瞅着吗？大夏天的穿个棉袄还喘气儿呢，挺虚呀、啊、谢谢奈奈的秋风。炸到炉仙了，怎么的呢？这中路他们越是想杀掉我，开大招炸！这波大招放的真傻逼，掏！我想按 E 的，你知道吗？按一半闪现 W 掏，直接炸！压了，无敌了！我一首《兰陵汉苦楚》，外加《水银之靴》下波小龙团就是我们美甲窃魂卷25层的时候，但这波没大，去上路收兵吗？龙不要了。这不出布甲鞋，天哪！对面凯南加上那个日女控，你让我出布甲鞋，我被控死。那沙米拉，我只需要再来一个小宝珠就可以了，就能治得住。炸！炸！挺狂啊，这赵信！啊，挺狂妄啊！呀，中路杀卢仙，来来来来来，中路杀卢仙，还是个海妖卢仙，炸！
点炎接大招，接炸，接掏，接叮，接炸。完了，断节奏了。这边凯南的传送断我节奏了，我们下边没有沙漏，没法冲了。这么惨烈吗？没有啊，我这一个 W 技能劝退俩，算了，下路收波兵吧。是都有选择，哪怕是真相。还行，日女没来，我们把下塔推了。先别打啊，锤石！先别打，先别打，先别打，先别打！哎呀！确定要打呀？别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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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打！我还没到无敌呢，兄弟呀！打了不炸了吗？必须提醒他们的身体。完了！哎呦，这一个炸，炸两个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走吧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哎呀，别打了，来，可以打了，给我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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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掏，吸，接炸，接大招，接点炎炸。接 W 就炸，炸，炸接炸，没炸出来。哎呀，操！这波没有钉，这波钉全杀了，真的，这波就是没有钉。要不然就说上波断我节奏了呢，烦死了，没钉。没钉啊！现在我们距离无敌还差。800块钱加200加100块，900块钱。算了，直接钉吧，直接钉。这边有钉就全死，没有钉。打大龙，不是打大龙，打小龙。等我，等我啊！等我啊！等我啊！我蓝不够，兄弟，啊，我蓝不够，先别打啊，先别打，先别打，这波没有没有大，完了，又打上了，没有大招啊，这，掏一下，炸，接炸，别打了，掏一下 ，W 吸接炸，接炸。闪现开大，点炎炸，平 A 掏，炸不是钉啊，错了，掏炸剑没炸出来，哎呀，又没炸出来，操了，
跟个屁呀、啊！我没 R， 我说了我没有 R， 没有 R， 我说几遍了？我说几遍了？我是不是说了？我是不是说了？我是不是点信号？说几遍了都？说几遍了都？还他妈跟团，跟个屁！真是白痴！哎呀，真是头痛。还有下波呢，没事，下波等有丁有大的再打。只要等我们有丁有大，这是团战是随便打的，不是我不去团去，我没有大，他老让我去团去。46秒，那 ADC 本来就肥，我们需要一波就是比较完美的团战来给他打回来。滑板溜，掏，炸平 AC， 炸 A 一下，这不完美吗？这，掏。西接炸，接炸，平嘞，平嘞，接炸，这不一波了？赶紧一波吧！炸，拿下，一波了，没想到吧？MVP 拿下。